关于新型冠状病毒，深圳疾控为你科普。来自野生动物传播，通过飞沫和接触，截断传播途径，保护易感人群。如有接触疫区，先做好自身的隔离。在家休养生息，看看书，陪陪孩子，避免出行，发微信，千里传情。国家严密防控，疾控正在冲锋，大家做好一下步骤，病毒自然就会逃走。把手洗干净，口罩戴起，人对物近，常通风，让病毒远去，也未回避。生冷切记，及时就医，我们齐心协力对抗疫情，对抗疫情。把手洗干净，口罩戴起，让病毒远去，对抗疫情。把手洗干净，口罩戴起，大家不必恐慌，买菜千万不要哄抢，蔬菜供应充足，不需要在家中囤粮。国家严密防控，疾控正在冲锋，大家做好一下步骤，病毒自然就会逃走。把手洗干净，口罩戴起，人对物近，常通风，让病毒远去，也未回避。生冷切记，及时就医，我们齐心协力对抗疫情，对抗疫情。把手洗干净，口罩戴起，让病毒远去，对抗疫情。把手洗干净，口罩戴起，让病毒远去，对抗疫情。